冲浪板依照尺寸分成长板、方板以及短板。那看我们这边90以上的是我们的长板，介于90与70之间是我们的方板。那再看这个70以下的就是我们的短板。那我们一般初学者呢都是从长板开始，等到你不断的进阶，你可以选择你要往短板或是长板的方向去走。冲浪的时候，如果你怕你的肚子磨到板子，或是防止水母，甚至是你怕太阳的话，你也可以穿着防磨衣。好，那欢迎大家来蓝洋冲浪找我们玩哦。